最近啊，都看到台中真多菩萨，定定转来，有的呢为家转来，为正舍转来啊，来安怎清理啊？咱从厝顶清扫到地板啦。我是无做大步呢。还有的呢，去种一金黄啦，或者是去烤金黄啦，这就是咱种下的生活。因也是伫咧修行，所以无处不道场，起心动念呐、啊，几步动手，无不都是法。多么亲切的！这个大家的发心很珍贵，师父真感恩啊！今天是屏东的三十周年庆，人人呐、啊、说起了过去的那种开始的因缘，好亲哦。那为了组织来结这婚呢，这师徒的缘呐、啊。少年，你是阮大家人的宝呢，你要保重身体。恁哪拢是好人？恁有逐天咧看书吼？哦，真好。我看恁袂着，但是你看我。看到他们呐、啊，头发都白了，四日过啦，人无形中呐、啊，行运呐、啊，总是呢这样渺渺渺，安尼过。大家会看到哦，他在哪里哪里？那第二阶段就会说，哎，放相片，先从委员的相片先放下去，然后在后面再加上他的足迹。那以后要做成实体的，然后会用触碰式的。触碰式的是讲，无做到人阿妈无当找人。一触碰之后，他哦那边，他说能够去看到他。哦，这是先人头脑遐好。这个是人文真善美哈，甲所有的慈济的，屏东所有慈济的去收集的一个资料。屏东目前的慈善委员数大概1600多人，我们以这个每个名册里面所有的慈济人，我们都把它划进来。那当然有些是过去已经往生的那些，我们都列进来。然后在表单上，请大家帮忙收集资料。让他们回填，那他我们屏东大家都很配合，很踊跃的回馈。这张树这树啦，我跟伊讲吼，吼恁屏东呐很有创意，我把这个提起来，和全省慈济人、全球慈济人看，就是要画这样的图，一粒经济会当生无量，一粒经济。会当呢，赚几啊万一树，所以做种树做拿啦，叫做功德啦。最主要是讲要会当传出微缘，那微缘啊诞生啊，那自然就有要伊的缘。每一位微缘有每一个缘。你爱健康啦，大家爱健康。这一生的生命啊，感觉我的生命有价值，价值来自于大家，每一位菩萨的生命该编辑起来了。那不是有这么多菩萨，我们志同道合。每一个人的心智合一了，哪有这一步呢？绵长的华华道路，就是因为有大家啦。
所以我还是要说很感恩呐、啊，这种宾主永逼啦，把法华精神呐、啊、铺在人间。